我也第一次看到熊猫这么活泼是吗？平常在那趴着，一样的，跟刚才一样。你看那个就行了，看它怎么吃午饭的。等一下到下午它就睡觉了，下午就看不到。等一下到你吃了啊，你吃的时候像它那么乖啊。下午熊猫都行。下午。那个好会吃啊，那个。